也是首尔东大门的 JW 万豪酒店。今天晚上住在这里。还有两个拉环。拍摄一下入托。化妆室。鱼缸。飞机、电视、哇，电动窗帘，哇，看右边，今天天气还不错，这个就是东大门吗？东大门的大门，点的是这个。达尔汉玛丽，表弟，很多人，吃一只鸡的方法，先剪，加蒜蓉、辣酱、泡菜，煮十分钟，吃年糕。辣酱、芥末、醋、酱油。吃的很饱，最后一共是34000元，大概180多人民币吧。我们三个人，还有老婆的妹妹。Hyundai Outlets。现代奥莱，现代奥特莱斯，前面还有个光腿的，这里-7度，对面的这个建筑就是扎哈哈迪德设计的韩国东大门 DDP， 之前也来过了，遇到我们快过，记得我第一次来韩国的时候就来过这里，2017年的时候吧。植物园购物，잖아요바로바로버지거든요대단히사람들은만약에원래진짜가하는거예요네먹은거알아요마더스는벌떡이나서나가면돼요어우리어렵지않아요마더스중에안팔아요그거어디어디서오신거예요이거는거지동으로보는거고어디서오신거예요아바로오셨구나감사합니다네맛있게드세요한입좀빠져서빠져서오시기좀체력체력관리가좀네살짝이됐다고하는게이번에는두분한국사네시간자체가좀이렇게방송을보니까남자애가꺾기수준이올라가기때문에뭐손질이됩니다코들이고르다감사합니다오늘은
因为我是中国人，然后老板送了一个免费的大酱汤，很不错。妹妹喝吧。咱吃完烤肉再吃火锅，这个面看着不错。这家店的名字叫这个，名字在上面。这家店的名字叫叉的鸡，韩牛叉的鸡，韩牛什么什么，味道挺不错的，老板人也很好。